就是今天我在大喜公园饭店早上吃的朝食，那我去拍一下他们的朝食。他这边的朝食是属于日式的，没想到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走这种日式风格，还不错。然后也有咖啡，那这边给人家感觉非常非常的日本风，很和风。这个整个朝食会场非常的舒服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很优雅。